我现在来了那个菜油那个夫妇，一个朋友要了300斤菜籽油，是重庆的，运费确实是300多斤，要走好多了。我哥儿呢，他们妈要走重庆去，都给他都顺路给他送几盒，是不是？那个运费能节约了，能节约了。那些统统是我们那个之前安排到的食，还是说锅儿炒菜、酱母菜那些。没有没有，已经菜籽油打好多了那个。4两。哦，已经菜籽打4两牛。4两。打4两牛。啊，快打，快。哎，都对。好。四百号。哎，四百。哪门钱？两万呐、啊，哎，那好安逸哦。你们吃过没得？我没吃过那、这个。我也没吃过。没有。烧的丝瓜凉拌。维尼。那都是那个菜籽油。菜籽，那不是俺菜籽。百分之百纯菜籽油，100%的。那个菜油真的香爆了，真的能可以让你吃到小的时候的味道和妈妈的爱。晓得是阿吉的噻，晓不得哟，调皮了。你不说我哪个晓得呀？今早不宣了，来看一下那个银生那个嘛，说黑那个，哦，说真的不一样。认真都可以骑吗？骑啊，他们不骑啊。他是你学的噻。你是被捉起的了。认真都可以骑啊，那个。那你要能嘛？你要给他。爆了坑嘛的。就那个速食品。哦，那是速食嘛。那得，先速食吃两遍哈。来嘛，来看一下嘛，银山的特色小吃很出名。这个跟我说了好多次了哦，硬是不买了。来看一下嘛。我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，超级好吃哈！到时候开个车子银山来吃哈。五百个一斤啊！到100多公斤，早都打算好了的。银山是四川啊。哎，是四川。哦，你饿吗？他开车了嘛？我在这儿走重庆的。妈，你别冲花。我走重庆的，你饿不嘛呀？哦。来嘛来嘛，撒一下。来。来一下嘛，撒一下嘛。对。我一年是100块怎么贵点？撒一下。贵真的还不贵点吧？我还想跟你个发爷。怎么样？好吃好吃。真的好吃啊。真的好吃。一年不得吃，太辣了。哎呀，你还有？那个面，我要把尝不尝？尝不尝？尝一个。
哎，微信上面言语词，是，这是。一下都可以了是吧？一个好，我随便说。我想给你一个嘛，当然是京城的哦。好，把粮一根给你嘛。西欧。慢慢。慢慢吃哈。我长到眼睛了。我帮你粘。哦，我给你粘。妈。哦。我爱吃。来嘛，辣呀！挨了下嘴巴，还在摇头。他不吃了。他怕辣的。辣的好一点，是吧？妈妈吃，妈妈吃面啊。妈妈吃面。来，妈尝一下。这两面哈，就点评一下哈，好吃都是好吃，但是啊。还是有点不适合我们，我们一口味儿。哦，好吃是好吃。还好吃，还能吃，还能吃。对了对了。走，他们凉皮喜欢吃三伏鸡吧？不适合我们这口味儿，不适合我们凉皮。还可能是在油鸡过程中，还是嗯，对，还是没得那个，可能在现场的需要。他继续喝香，不送客了。有机会直接走云上去吃，到后头有机会到时候走云上去吃个现场的。林他们要出差了，大概十来天。在重庆，但是有十天没得文英的镜头了哦。咋文英呢？嗯。他过了就要睡觉。